我烦死了，真的是啊！阿泽，我累死了，这还没有到吗？快到了，伟哥！哎，我也走不动了，都走了两个多小时了。就要在这里，今天快到了，快不？ 把你手拿开，不要拉我姐姐的手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嘛？那叫你拉，你又不拉，真的是小气鬼。我瞧不下去跟你叔关心啊。要不我们回去了吧，伟哥。嗯，今天就找这些就差不多了吧，也太累了。然后也饿了。我妹妹也饿了，我怕你也饿了，我们回去了吧。我还好。改天要我一个人来。没事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来啊？你看，这把你的拖拖拿车。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别摔倒了。 慢慢，你不要推你姐姐好不好？没事，伟哥，你慢点，走吧。走慢点啊！哎呦哎呦，慢点慢点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。啊，这太远了，这好累啊。好吧，也还挺远的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坐一下吧。休息休息。嗯，还有这么远。 很累啊，辛苦你们了，伟哥。没有，我还好。但是你们两个应该饿了吧？我还好。你饿了没？我早就饿了。阿紫，你们每一年都要上来挖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每一年都有长，长出来这个，芽豆菌。别下雨天就有是吗？嗯，对。那个我没有吃过哎，你要回去弄一点给我吃好不好？好。嗯。那就把。
放到塔里面喝是很好喝的，所以倒是好喝的，我们也舍不得喝，我们都是拿去卖，把它晒干了就拿去卖，是吧？那差不多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。背我，我走不动了。背你，你这么大个人怎么背啊？我累死了。那我哥，你帮我背一下背肚吧。这可以背吗？来，你背我背一下。这路这么上坡下坡的，这么陡的，怎么背啊？背得动的，没事。哎哎哎，是我背的。不要下来，不要背了。这么大的人怎么背啊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大的人怎么背啊？不背了。没事，我背一下，没他一脚。这路不好，这路都是上下坡，你看。他现在长胖一点点，我确实有点难背。以前的话，从小都是我背的。咦，你背你几级差不多？怎么背啊？走了。来，我不想背了，哼。生气了，你看这脾气也太大了。我自己来。慢点。不要摔了，慢点，阿紫，哎呦哎。阿宝，我的脚。你没事吧，伟哥？没事，活该。是不是那个了？没事。受伤了呀？没有，还好。你小心一点，你还在那里笑，笑死我了。你笑什么嘛？哎，开心死了。走吧，伟哥呢？啊，我没事，就有点脱皮了，好像。那就是活该的，知道吗？下雨了，有点滑。对。不要那么开心嘛，我摔倒了，你开心死了。走，慢点啊，慢点。你就只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啊！一会儿又摔了，不要笑了，等一下摔跤了，你老是笑，你老是笑，我哥干嘛嘛？我哥都摔跤了，你还笑？一会儿我哥给我闭嘴！哇！快点，慢一点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，你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